姐吃饭了。姐你这腿有问题是吗？哎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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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快点吃饭，别搞了。大庭广众之下你居然对我暗送秋波。秋波，我以为你脑子塞了大米饭吧。谢谢丫头的大米饭，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有喜欢的人也没人喜欢你啊姐。哦，没事你继续。像我这么有魅力的人喜欢我，那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啊，不管你不管你，我先吃饭了我先吃饭了。嗯，喂喂你别嘴硬，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哎，你不吃我吃。好，我就知道你也想聊了。